塞巴是蒂安的生日，其实我应该也不用怎么讲，不用去再送他东西了吧？他的好感度都满了、啊，好感度满了，我还需要送吗？不用吧。因为碳60的结构是六角形，巴克球，巴克球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现在在讲的是新入股的东西吗？还是说化学的？我都已经忘记元素化学元素周期表了，就是化学元素的结构都忘记了，真的我都忘了光哦，魔方做好了、欸，我要把东西投进去是吗？投到魔方里面，我把小麦投进去看看好了，磨成面粉吧。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的避雷针哦，还有个垃圾的。小麦丢进去磨，哇！我拿了20几个小麦，他一次丢进去，他不是一个丢哦。我靠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把全部丢进去了。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把人头丢进去会怎么样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里也没有人头可以丢啊！不要找讲这种不着边际的话，好不好？完全没有意义。你说卖一块就算了，这又没有人头可以丢。我看看我身上，应该说我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送这些村民的？全部送生鱼片，会不会让他们吃的太好了？看一下蓝莓的话，应该大部分人也是喜欢的啦。这样好了，生鱼片留着自己吃，爽。感觉我生鱼片有点不足啊。喜欢蓝莓的就送蓝莓，不喜欢蓝莓的话就送玉米，那总可以了吧？生鱼片也留着啦，生鱼片也是还蛮万用的。欸，可以掏金欸，掏掏掏掏掏掏一下。哦，万象金石，碎。8:50，9点，刚好进去。欸，别走啊！他喜欢吗？他不喜欢蓝莓。哎呦，很挑哦！给你，给你。雅思跑出去了。雅思往哪跑了？哦，在路上，骑马去追他。他不喜欢玉米啊，他喜欢生鱼片吧？科罗布斯吧。下水道的那个神奇神秘的家伙送一送，他就喜欢蓝莓。军人果然是什么都不挑，还不错。谢谢啦，我快没玉米了。哎呦，新的剧情欸，一个影子在地面上，这很离谱啊！我们全组都死是因为你们。哎呦，为什么？打架了，不要打架好不好？欸，让我来教训教训他，他这人太恶心了。来比划比划，小矮子。哎呦，莫迪斯法师出现了。
哇、哦，这个法师好屌哎、欸！元素战争早就结束了。哇，莫迪斯法师他有经历过元素战争哦，他太屌了吧！这叫几岁啊？为了生活，你们在你们周围的人类，你们必须和好才行。哎、欸，这两个好可爱、哦，我喜欢这两只，很好，我以后不会再靠近下水道了。特罗布斯，特罗布斯比较理性一点啊，矮人比较感性一些。让我用誓言之印来达成最终的协议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就这样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欸，你好歹交代一下什么叫誓言之印啊？他不讲话了，他喜不喜欢蓝莓？不喜欢。欸，蓝莓有这么不受青睐哦？大家都不喜欢蓝莓哦，奇怪，蓝莓应该很好吃才对啊。这还是挡住了。这个立场是不是需要科罗布斯去帮我解开啊？安妮真的还蛮可爱的。不行不行，我心里已经有莉亚了，怎么可以移情别恋？制约与誓约。可能是签下去之后，你就不能反悔，说你要拿回什么东西，或者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都必须被这些誓言跟誓约去约束，这样才有誓约的意思啊。冬天可以捡到一些特殊的东西。把它捡一捡起来好了。我在想，我应该要把背包的一些，不是背包啦，家里箱子里的东西，只要是捡起来的，不是纸芯的，我就全把它卖掉，或全把它送掉。因为之后，因为我现在有收集者技能的关系，所以捡到的东西全部都纸的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箱子也可以整理出不少空间才对。就长远来看呢、啊。安妮用熊来砸我？不会啊，他的熊是砸在他的后母的头上，不是砸我。路易斯，哦，还好他喜欢蓝莓，送，送送送，到处送。包太多垃圾了吧？嗯，乔迪。有送满了没啊？还没。蓝莓它也可以，注意哦，谢谢啦。三条狗鱼，先不需要，不需要靠捕鱼为生了。啊、今天星期二他们会聚集到这边跳舞齁，我都忘记这个部分了。罗宾也满了嘛，阿比盖尔好久没有，还好久没有讲话了，讲一下。不喜欢蓝莓就送到他们喜欢，他们就不喜欢齁。不喜欢他们总会送到喜欢呢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不喜欢吃，像我啊，我不喜欢吃苦瓜，我不会因为你送我一年的苦瓜，我还是就变得喜欢苦瓜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不喜欢的东西终究是不喜欢了，很难，喜好这种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啦。
哦，这两个老头，两老都喜欢玉米，都不喜欢蓝莓哦。蓝莓怎么这么不得人宠啊？我说真的，苦瓜啦，不是苦瓜、啊。我刚才讲苦瓜吧，我刚才有这样子怎么讲？发音错误吗？你看看谢恩多好，谢恩就喜欢蓝莓。然后他一开始是臭脸。除非你剩下苦瓜能吃，好啦，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苦瓜可以种的话，我就吃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没得选了，好不好？这群人真的是非常挑呢、欸。到时候我春天来种大量的马铃薯好了啦，每个人都喜欢马铃薯，每个人都喜欢玉米。谢恩是企鹅最喜欢的角色哦，是哦。他喜欢胡子大叔嘛，有胡渣的，看起来特别有魅力。还是他是因为他是悲剧人物。忽略自己的本能是需要很多智慧的。我们是好朋友，谢谢。上一次挖了这么久的地洞，我应该不用再挖了吧？挖起来很累呢。煮胡萝卜、烤胡萝卜、山洞萝卜汤，还有焗山洞萝卜，全部都是山洞萝卜。还有让夜晚变得甜蜜的山洞萝卜布丁糕、布丁蛋糕。没有必要吧，太惨了。500块，买配方。珍奇乌鸦顺便要不要买回家啊？买回家好了。哟，矮人的珍奇乌鸦是无限的、哦。买一只回家当纪念这样子。蛇会脱皮，鸭会掉毛，兔子会掉手。对啊，很奇怪啊。这个超奇怪的这个设定。怎么会掉手嘞？太神奇了，我说真的。欸，今天村民我都送过一遍了嘛。东里的村民好像都送过了。没有满的，除了山姆以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哈维啦，哈维真的是很容易真的被我遗忘的家伙。他已经被我遗忘了不知道 N 次了。说哈维是不是也是属于没什么人气的角色啊？聊企鹅欸，哇塞，好久不见欸。我最近开始出现一些好久不见的观众，真的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。安安你好，把自己的手咬断，好可怕哦，这什么兔子啊？让我想到 SCV 哎、欸，忘记是编号几号了。饕餮兔，饕餮兔可以吃任何东西，包含自己的身体，它可以把自己吃掉。我有空是不是应该多来神秘森林啊？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触发什么？接着看钓鱼。SCP 基金会里有，对啊，饕餮兔，那设定我觉得蛮可爱的，会把自己吃掉，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会在原地重生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吃，超强。就社区中心的小精灵任务全部解完，就会触发支线任务、支线剧情。
是这样子吗？那可能还要好一阵子啊。至少兔子的脚目前来看是没这么快啊，因为兔子的脚对我来讲现在还是太困难了。要冲地层的话，一定要有一界。沙漠的弟弟巢穴的话，有人一定会说：“你总不用油巴的戒指先顶着这样子。”我就是要有一戒才下去，怎么样？这是一种坚持，一种爽的感觉。哎，怎么钓不到蛇齿单线鱼啊？还是说有时间限制？它是在晚上或早上？产油机可以榨油哦，不是魔方哦，我搞错就对了。兔子自己咬断手，好痛哦。啊，对齁，我也可以把鸡色星赶快升级嘛，对不对？鸭肉鸡、蛋黄鸡，哦，产油鸡在这边生产松露美食油，哇，这个太高级了吧？有没有一般的油类啊？我来查看，矿物、烹饪、成就。目前我没有拿到过，所以不知道。蛇齿单线鱼，蛇齿单线鱼是在任意的时间，它可以榨松露油跟普通的油啊。真心觉得松露油真的不是我这种穷人可以吃得起的，太贵啦。可是它的 beta 又有更新了。但它更新的东西又是更新的那种非常没意义的东西啊。它更新的一个叫做无限连，怎么讲？无限玩家游玩模式，就是说原本限制一个农场只能四个人，好像它更新的那个模组之后，测试模组之后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无限玩家连线模式，然后连超多。超过四个玩家以上进到你的农场去玩，我是觉得他方向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现在当务之急要修改的应该是 bug 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吧，而不是你要一直增加可以让玩家连接的数量啊！你的地图就这么小一坑，你要这么多玩家干嘛？对不对？你的农场也不大啊，玩家人多手杂，没意义啊，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真的，真心没意义啊！你一个烂游戏，不是应该说你一个烂模式，不是烂游戏啊，新入股是好游戏，好不好？你一个多人游玩模式，你的 bug 超级多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游戏了。一个不完整的游戏，你开放100个人可以同时连线也没用，好不好？没人会玩 ，OK？ 刚吃晚餐，正在消化。等下是不是要来一杯 whisky 啊？喝一杯好酒，晚上可以好睡觉这样。100多个酒桶，哇，一个月才凑齐哦。我现在已经有60个啦。这样子慢慢挖，慢慢累积，已经有60个酒桶了。我在想酒桶要摆哪边比较方便呢？欸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刚才挖的那个矿场可以摆东西吗？先来试试看好了。如果刚才挖的那个矿场可以拿来摆酒桶，或者是果酱桶的话，应该也不错吧。懒得挖，直接跟铁匠买，
你有钱呐、啊，好像去打那个什么，打沙漠地堡的时候，我就开时间模组来，把时间调长，我这样就可以慢慢的打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啦，回家啦，11点了，哇，今天过得好漫长啊。各种不下去就是不下去。有加攻击加血加防御力的。是哦，是什么料理啊，这么方便。我喝一口水啊。材料也是个问题哦。看来都是卡在材料啊。今天塞巴是蒂安的生日，算了，我应该没有要去找他了。三个都是不同一种材料，有这么坑，这么大的坑就对了。注意饮食健康，要足够体力才能工作。刘易斯给了我一个他最爱的食谱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说要有番茄，他也没有教我食谱啊。三山洞，东路有要养猪，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买两头？猪还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行，魔方农场没有升级，所以说不能买。我把大麦粉、面粉丢了26个下去之后，他就升26个麦粉给我，哎，好像还不错啊。今天要拿去捐，捐摸个鸡吧。哦，有鸭毛哎、欸，但现在只有小鸭蛋，没有大鸭蛋。拿鸭毛烧一下，拿他自己的毛烧他自己的下巴之类的，只有小鸭蛋。因为我是觉得时间模组，只要。不要调得太夸张，微调的话是不错。时间会稍微过得比较慢一点，不会这么紧张啊。玩这个游戏，玩这游戏时间过得太快，很紧张呢。今天再去送一波礼物就可以休息了，就今天过完就可以告个段落。魔方可以做塔啊。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啊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说过我要试试看了嘛，对不对？来敲个万象金石算了，反正都要去，都要到那个博物馆交东西了，顺便试试看。树脂，魔方要做糖的话，是不是要甜菜根呢？哎，这柳树可以砍的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你要回来再砍呢。先坐矿车到采石场，这里能摆吗？欸，可以耶，欸，可以哦，欸，水哦，那就摆这边就好啦，我就不用烦恼说酒桶没位置可以摆，啊，太赞了吧，爽哦，啊，原来这边可以摆酒桶啊，是，赞，我喜欢哦。不错，
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反正我就有摆下去，然后一段时间再来收就好了嘛。酷哦，算好时间再来收啦。比如说六天，比如说水果酒六天的话，我就放下去算六天之后再回来收。哎、欸，太赞啦！我这样子农场又有更大的空间了。采石场采到的东西应该无所谓吧？采石场应该没有一定吧？一矿应该是采不到的。那我就直接拿来当我的酿酒厂。反正采石场也只有我会去而已，没有其他人会去偷我的酒啊。还是莱纳是会跑去偷喝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他是我的妈吉呢。坐矿车去找铁匠不是比较快？我喜欢骑马，这样可以吗？骑马有自由奔放的感觉。哦，我的动物骨头终于完成了，好久哦。还有新的奖励耶！哇，我刚才忘记把桶子放上去了。开始。说采石场这个矿车，我真的觉得设计的有点尴尬。它的矿车要是能在农场就更棒了，就比如说农场这个地方上方的部分，懒人啊，谁都想要在家门口前面有一个捷运站这样子啊。来个一矿好不好？我就缺一个一矿，我就可以烧成一个一锭了。哦，有，对哦，红色猫眼石。我说真的，这些很漂亮的石头，为什么村民都不会喜欢？就算它不是钻石好了，它应该也是很有收藏价值的。要每个人都看到都是有钻石，好不好？肤浅。郭恒纳斯，那我一定好肥啊！那我一定一个肥肥狗在那边挡我的路。虎眼石，他山姆的最爱。金石，为什么特别东西可以拿到其他地方去摆啊？啊，虎眼石可以留下来，这样子。拜金，对啊，每个人都是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每个人都想到钻石而已，都没有想到其他东西，整天就想要钻石啊！还有那个马鲁，他最爱的东西竟然是黄金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印度人都喜欢黄金啊。印度人对于黄金的概念真的非常的讲究啊，他们热爱黄金的程度真的不是你能想象的，是属于那种狂热，超爱黄金，情有独钟。哦，村长喜欢蓝莓，看哦。钻石没什么用，你说在新入谷吗？还是在现实？钻石也是碳元素啊，它只要经过一段时间，它就会变回碳元素这样子。这个理论我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啊。去海边。啊，还有威力可以送哈，我都忘记了。哦，他也只喜欢玉米哦。这村子里的人怎么都这么喜欢挑很重要的物资啊？
其他的那种不重要的物资都没人喜欢，奇怪了，很奇怪哦，太奇怪了，太神奇了，你们这些人不可以这样，送你们东西就要感谢了，不可以给我挑。哎，谢谢。蓝莓有没有办法像黑莓那样子啊？就是做成蓝莓派之类的，或是蓝莓什么的之类的。詹姆喜不喜欢蓝莓啊？他不喜欢蓝莓。我想送他石头，说真的。钻石除了切玻璃之外，就是地位的象征了。对啊，因为它稀朽啊，稀少啊，物以稀为贵，就这样。东西越稀有，价值就越高啊。16000元。啊，我来看一下罗宾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好了，还是我让他升级，去升级我的农场啊？不是升级房子啊。这是一间小屋，还有15000块，300个木材。高级机车要20000块，哇塞，贵到一个不行哎！大畜棚，都不便宜耶，真心都不便宜耶，好贵啊！糟糕，这个把房子盖了，但是我现在发现好多东西都是需要钱，也都是钱。现实的村子，真的，现实就是残酷的。你还是跑去送莱纳斯东西好了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莱纳斯我明明送他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好感度好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。这也算是一个蛮神奇的事情。这有掏金，但是太远了，我走过去搞不好就消失了。送他电脑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他好像也没什么其他东西了。矿工采集加3，磁性加32，还好，普普。哎，战士工会有没有卖什么战士药水之类的、啊？比如说白水啊，喝下去可以加攻击速度这样子。白水加绿水。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人，就是有玩过那个游戏啊。体魄强健术、通畅气脉术都给我放一个，谢谢。最后一根白金的、银牌的蓝，怎么讲？玉米。大比目鱼200块、欸，我不可能会买啊！买大比目鱼干嘛？回城魔杖，有人说可以跟他买一字洒水器，10000块，是个不错的交易，但是现在真的没钱了，缺钱而已。哎，没事可以做，没有事情可以做嘞，真的。目前看起来有点淡淡的忧伤，再去挖矿吗？好像也只能这样了吧，不然钓鱼也太无聊了。那个吸火刀有这么强哦，比龙岩武士刀还要厉害就对了。就那把刀啊？
你是说沙漠换到的东西是熔岩武士刀吗？还是很痛？还是说不一样的刀啊？不一样啊。之后再来换换看吧。等那把刀的话，拿去打骷髅地城应该也不错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是说谁发现这种把地壁纸丢进去之后可以喷这种奇神奇东西的 bug 啊？不是 bug 啦，彩蛋。是谁发现的？你们不会很好奇吗？一般来讲，不会有玩家直接拿壁纸丢到那里面去吧？要么是歪打正着，要么就是作者自己释出的消息吧？不然这种彩蛋怎么可能会有人发现？完全没有关联性啊！绿色的壁纸跟沙漠有什么关系啊？仙人掌颜色就只有这样，就这么一点关联而已耶。基本上是完全没什么关联性的。尤巴的戒指能力，当玩家受到伤害时，产生一个护盾。哦哦哦！要死要死要死！莫名其妙血见底啊！这两个生命片啊，补一下。产生一个互动，玩家越幸运加成就越影响就越多。那我怎么知道我运气多高嘞？这又不是 RO 可以加什么 Lucky 之类的。哦，每日占卜哦。哦哦，对哈，那那个会影响到哈。那我要是明下一次我占卜我的运气不好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冲了？运气极差，就不建议冲矿坑这样子。哎，那暴击率跟运气有没有关系啊？如果暴击率会影响运气，会影响暴击率，是不是也不错啊？比如说这是精灵会给我超大的祝福之类的，然后砍十刀里面有五刀是暴击，50%暴击几率、哦，那不是太爽了、啊？运气差会出很多怪。哦，一定哎、欸，哦。直接喷一定给我了，爽！那我把木头丢掉了。一阶需要什么东西？太阳精华50个，黑暗精华50个，有虚空太阳我都有，还有海边的 bug 挖冬根法有用过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干嘛挖冬根啊？好啦，直接做了，做一阶，爽！光辉吸引增加攻击力伤害一样的，哦，爽！再是尤巴的戒指，尤巴的戒指就是战士戒指吗？不是这个，结实戒指，尤巴，黄金、铁锭跟钻石，黄金、铁锭跟钻石。钻石很多，有八。然后我现在先把戒指换上去啊。有八的戒指跟一戒 ，nice。好啦，在喷血，看就不爽，赶快睡觉了。Yeah。
今天有时间模组真的是啊，把游戏时间拖得太长了，主要是第一天啊，第一天把游戏时间拖得太长了。好啦，今天星期四就在这边告个段落啦。